夏天到了，蚊子大军纷纷出笼，让您防不胜防。如果你还在使用传统蚊香灭蚊，那你更大错特错了。因为点燃的蚊香会制造出可怕的带有心，而房间的捕蚊灯体积小，防蚊面积又不大，容易漏电又没效果，往往让蚊虫为所欲为，严重妨碍睡眠与生活品质，更容易失去了健康。还有充电式的捕蚊拍，往往在要用的时候就是没有电，最后就只能靠双手来拍蚊子。半夜睡觉，蚊子在你耳边嗡嗡叫，吵得睡不着，又要挨得满身包，皮肤红肿发痒就算了，要是留下难看的疤，或者是一不小心得到每个人都闻之色变的恐怖登革热，到时候后悔可就真的来不及喽！全新上市，剩下最不能错过的波森牌捕蚊高手，让您马上跟蚊虫与苍蝇说拜拜。波森牌捕蚊高手通过 SGS 品质认证，并采用涡流风扇吸气系统，大大提升捕捉蚊虫的效率，品质稳定，安全有效。采用对人体无害的飞利浦紫外线灯管，利用紫外线波长，以双管高效释放出特殊的370 nm 波，有效吸引周遭10公尺范围以内的蚊虫。利用安全的强力风扇吸入装置，只要一经过，就会被强力吸入，立即达成除蚊除害的效果，蚊虫根本没有机会骚扰你。效果就是这么的棒哦！再来再来，经丰年现场实验效果测试，一台博森牌捕蚊高手的效果抵过市面上的小型灭蚊灯。马上使用博森牌捕蚊高手，立即有效防止破狼碗的蚊虫入侵，让您拥有个宁静的夜晚，舒适干净的居家环境哦。